炸，就得炸。看来等我。你这是锅为公分深呀，因为这个锅，这个大锅。那个胃很深。长哎呀，到非洲那个旱季的时候，那个练那个功，你这个修完了，真的修出分量来。不行，你知道哈。嗯。人也行，是不是？那。你这个也确实，你说你说那个点床单要点纯棉的，确实不成啦。俺结婚时候买个床单，真皮的，一冬天到。一冬天就拉坏了。第二年就。这拉的起毛不能用了。拉的起毛那个毛，它能哗哗啦啦，你看。一干很硬，这个东西，这个搓呀，天天一翻身一蹬就穿的就那个样。今年没上背着，没背着。嗯。他盖的，你啥都不能盖了。哎。挖的也挺狠嘛。挖的挺狠。妈的，挖了十几天就得。十几天就得换。你说这个。这个丝袜要是丝袜性质，一天不成。你要正常的厚袜的，十一天就得换。就我穿上厚袜子，十一天一双。十一天一双，嗯，那你这个袜子的消费成本够高。你看，嘿嘿嘿嘿。特别是干出去干上，你得一天不出去。对，不出去走路是吧？那脚的话还挺潮。嗯。很不舒服。那等谁的这是？军里啊，这就。淌汗呢。嗯，淌汗都是死皮捂着，还臭脚。哎，闻臭。嗯。再一穿。哎，你那里不得有这种情况就更好。我看他脚还行，挺好。我觉得这样有点欠加水，这样还行。老辈的，他爷爷这样，他爹也这样，这不他也这样。哎，遗传基因太强大了。哎，这一看绝对一家人。他厚的都不要，你不裂还行。就是的哈。嗯。炸开了这些。要不那会那年那个罗西那个，就是裂的着针缝，他裂的就是一道骨裂的，一直跟你这个差不多，也怪深。但是，我说你这个炸花。我那个哈。横化了。对，横着竖着就这个，哎。就跟那个，我说那个跟那个非洲那个干旱季节差不多，你就跟那个吃往里那个都磨水了，哎，特别干裂的那样。这水多新鲜！它裂，它还淌汗了还。
你说感觉不连这这咱这连的不感觉那啥你看。感觉那种干裂的跟这个不一样，干裂的是一点还不同，干难受。有裂出血的过吗？有。经常是。江晨不敢穿穿新的。捂着还强呢。明天得喝嘞干喝，夏天也说穿拖鞋就行，我得穿靴子啊。就是夏天说穿拖鞋到底是吧？喝嘞干喝嘞，抽啥是吧？是。穿靴子也不穿，就是袜子穿。俺拖鞋多得劲，那是，水一泡，我不行，我得穿靴子，屋里还你们不知道汗，那水都哗哗的上面靴子在上面倒都不行，淌那么多，是，你没办法，你不敢那个这个，俺不舒服都不行。你看他这个出汗那么多呀，就光都穿去学武的也不得劲哈。就这主要是后边的热闹。后边的热闹。好。太厉害了。他是多注意。今天给你羞羞的让你轻快。你吃饭吗？你吃饭吗？回去吃。回去有时间吃吧。上这买的，隔壁那边多火烧烤。你那个觉得是。这刚做出来，让我给我看。多好吃那个。你不跟我这紧张，你还有紧张什么？你在修老茧。放松，别紧张。哎呦喂，真是够的心。哎呦，你拉你俩上那边去吃一吃，过好。你给他一块，叫他也吃两个吧。送上去。是的，刚直接上上课去了。不喝了都。是。这样就不轻快了吗？